这你给我准备的？对呀、啊，哇，我们的第一张合照我准备了超久。但拼图需要准备很久吗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行，谢谢乖乖。吃辣子吧。好。那我希望咱们两个。哎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还得是你啊，行。你猜我刚许的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烟花呀？对呀、啊，多好看呀、哎！不好看是好看，但那会儿就灭了呀。烟花一会儿也灭呀，而且这性价比那么高呢。那等我以后有钱了，带你去看演唱会。感性的句子都枯萎，了解我不想再写。跟我出去喝个酒怎么了？你答应我不会一起抢票的。那演唱会啥时候看不都行，你瞧不一看行吧？那天这也是吃了，哥们儿，他生气是你的敷衍的态度，别傻了、啊。演唱会。怎么才回来了？嗯？在这儿。啊？怎么了？先多抱一会儿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这个还有效吗？当然有效呀。几个？等会儿，他生气是因为你敷衍的态度。别吵。我也在想什么。就这么哎，等等，我已经买过票了，咱们明天就可以出发。你看。